You know, I believe if there's any kind of God, it wouldn't be in any of us. Not you or me. But just this little space in between. If there's any kind of magic in this world, it must be in the attempt of understanding someone, sharing something. I know, it's almost impossible to succeed, but who cares, really? The answer must be in the attempt. CGW 写了好久好久的 short essay， 天哪，上午今天上午也考了2个半小时，考的是生物，然后生物也是拼命的写啊，题很多，然后写字儿也特别多，但是我完成了最后2个月的学习。对了，今天还是端午节，然后考试排场有点阴间它的时间，所以中午饭早饭吃的是粽子，中午饭吃的也是一个粽子。对，然后端午节的这天就考完试了，感觉还挺好的。前一阵子就很忙很忙，我本来以为最后这2个月的课会很轻松，结果还是很累，尤其是 CGW 这门课，我一直以为他没有什么作业，结果他作业比生物课还要多。哇，但是这场恶战刚刚结束了，讲完了卷子，就感觉莫名其妙的很空虚啊。对，然后接下来的日子就是估计就4-5天了，就是要看看行李，说没收拾完，然后之后就是再进行一些收尾工作，我们就可以滚蛋了，飞到萨省去，有点开心。考完试了，天气还不错，我们马上就要有新的人生旅程了，还是蛮期待的。暑假生活也挺令人期待的，对，然后我们就考完试了，接下来的几天再收拾收拾，我们就飞到萨省。
本来以为觉得不会很空虚或者伤感这一类的，但突然就觉得，即使大家都走了，跟他们告完别的之后，看着空房间，还是会有点小难受。这是最后一次的日落。意识到我临走之前并没有拍摄什么素材，所以毕业季的 Part 2被我定义为了日落的主题。本来就喜欢观望窗外的我，往往都不想错过那些炎热却绚丽的傍晚天际。即便是大家都想回避的西晒太阳，在我眼里那则是观察日落的最好时分。多伦多在冬季日落很少，因为大多数时间都是白雪和多云天气，像是被埋藏了太久，八九点才会天黑的夏季，有将近4到5个小时的日落演出，前奏、中调、余韵，被渲染上色彩的云朵，往往是不尽相同的。2019年，我总爱坐在桌子上，晒着太阳读《七月旅行记》；到了2021年，我则坐在椅子上，只能在忙碌的学习之余，抬头看一眼日落的进度条，然后在太阳渐渐触碰地平线的临界点时，说一句 "Goodbye, sun."前一阵子，我总爱在睡前幻想着出现在毕业季 vlog 中的各类宏大场景，但到最后，时间好像只是继续汇入溪流，一切都在平静和平凡中消去。这让我想到了《Before Sunset》电影中 Jesse 对 Celine 说到的 ：“I don't have any permanent place here, you know, in eternity or whatever. And the more I think that.” I can go through life saying that is no big deal. I mean, this is it. This is actually happening. What do you think is interesting? What do you think is funny? What do you think is important? You know, every day is over lust. 生活还是一样遵从着热力学第二法则，安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打破，而人们仍在追寻改变。仅以此篇记录我高中生活留存的美好定格。